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昨天我们讲《弥陀经》简单的介绍给诸位，有一些同修问我说，偶业大师在要解里面说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，这个出处究竟在哪里？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出处在什么地方？他是根据什么说的？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为我们指出经文的一段。这一段经文就是在第十九面，第二行啊，从当中啊，我把它念下来呀，大家就晓得了啊。这段文呢非常重要，我们每一天念阿弥陀佛啊，念弥陀经啊，都疏忽掉了，没看出来。经过偶业大师这一指点呢，我们回头仔细再一看呢，没错啊，确确实实是如大师所说啊。这段经文说：“舍利弗，如我今者，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。”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啊，佛世尊呢称赞诸佛，这个称赞就是一心称念，诸佛就是阿弥陀佛。不可思议的功德了有两个，一个成佛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，另外一个就是宣说成佛的法门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。别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，释迦牟尼佛称赞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同样也称赞释迦牟尼佛，所以说一切诸佛都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。说而作是言啊，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。这个甚难稀有之事是称什么呢？就是指本经所说的一心称念，一心念佛，这个确实是甚难稀有啊，是真正不可思议啊。能于娑婆国度无着卧室，在底下讲的借着见着烦恼着众生着命着，换一句话说，这是一个对修行人来讲是很不好的一个环境。在这样恶劣环境当中，
释迦牟尼佛用念佛的方法成佛了，这法门不可思议。娑婆五浊念佛能成佛，何况其他诸佛清净的国度，那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真觉啊。那么得成无上正等真觉，这个成佛是成的究竟圆满佛啊。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一句经的意思啊，释迦牟尼佛成的是究竟圆满佛。为诸众生摄施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这是第二个殊胜，就是摄念佛成佛的法门，这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啊。欧耶大师不给我们指出来呀，我们确实这一段经文往往含糊笼统度过啊，念过去了，不晓得这一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念佛成佛，说一切众生成佛的方法，的的确确显示这一部经是无上的法门。我们再翻过来，佛为我们说的更清楚更明白了，他叫这舍利弗，当知我与五浊卧室行此难事，这个难事就是成佛，说净土法门啊，说这个念佛成佛的法门，这是难事啊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他自己的成就。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，说这个法门，是为甚难啊！所以幕后这段经啊，这个经文的的确确显示。这个法门呢是难信之法，可是最容易成就啊，难信易信呢，人人有份。这是我们把这个经义呀，利用这一点时间补足啊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十一面呢，这个第三行的一首偈词：世界何缘称极乐，只因众苦不能亲啊。道人若要寻归路，但向尘中了自性。为什么叫极乐世界？前面《弥陀经》里面已经介绍得很清楚。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样才能真正的得生西方极乐世界？怎样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能够见到阿弥陀佛，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课题。大师在此地教给我们：但向尘中了自性啊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
决定得生，决定见佛的秘诀。这一句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个讲法呢？下面这一番开示就是注解，就是解释。心心即佛，这说了两个心。第一个心呢是真心，第二个心是妄心。真心是佛，妄心还是佛啊？妄心是真心迷了，就叫妄心啊。不是真心之外别有一个妄心，那就错了。是真妄不二啊，真妄一如啊，啊，所以这个要懂。醍醐素洛贤智如生，醍醐素洛这是奶瓶里面经过提炼的啊，醍醐这是提炼的最纯的啊。醍醐是什么呢？你们诸位同修吃过了没有呢？啊，这是经过第四次的提炼的啊，由奶提炼到露，再提炼到酥，再提炼呢就变成醍醐。过去道元老法师第一次到印度去朝圣，他是一个讲经的法师，经上常常讲醍醐，到底醍醐是什么不晓得，所以他一到印度啊，就打听，啊，问问印度人醍醐是什么？结果人家端来了，就是现在讲的沙拉。哦，醍醐是这个。哦，他点头知道了。啊，这是啊，这。另外一种呢，阿摩罗果。这个阿摩罗果啊，经上常常讲，世尊常常拿来做比喻啊，说法的时候比喻。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啊，结果请印度人阿摩罗果拿一个来我们看看，结果拿来了一看啊，台湾也有叫巴拉阿摩罗果，这个才知道了啊，这才晓得了啊，原来醍醐阿摩罗果都搞清楚了啊，这奶瓶里面提炼到最好的啊。那么经上用这个呢，代表啊圣位，代表佛菩萨啊，醍醐代表佛，苏乐代表菩萨，汝啊就是凡夫啊，凡夫说没有经过，没有修德嘛啊，还没有经过修行的功夫啊啊，那是凡夫位，所以这些字呢都是代表圣凡。圣人是凡夫修成的啊，这是醍醐苏洛都是难练成的，乃是凡夫，都是凡夫修成的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佛佛唯心呐、啊，这第一个佛呢就是今佛现在佛，后面这个佛呢是古佛或者是未来佛。啊，就是三世一切诸佛都是心成就的。底下呢又举了个比喻啊，插穿平盘尽从今生的啊，今比作心啊，比作心性，把黄金比作星星，黄金可以做叉，
这个钗呀、啊、是头上的装饰品，啊，黄金做的。串呢是手镯，啊，也是首饰，可以做品，可以做盘子，啊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举几个例子，用黄金制作的器皿啊，千千万万种啊，太多太多了，全是从黄金做的。这把这些器皿啊，比作三世诸佛，把金比作心，三世一切诸佛都是心成就的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意思，他这个话说跟比喻，你就清楚了。说明我们凡夫有心，只要是有心的都能做佛啊。现在我们不论是真心是妄心，真心已经成了佛了，妄心决定可以修成佛。他的这两句的大主意就是说明我们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，人人都应当成佛。这两句话的含义在此地。十万亿尘东西不割，这是讲缘尽，在相上有缘尽，在事上有缘尽，在心性之中没有缘尽。这个心性是能变的，万象是所变，能变既然没有缘尽，所变哪里会有缘尽呢？实实在在这个缘尽者，迷了好像有缘尽，悟了确确实实是世上也没有缘尽。所以华严经上讲的透彻，华严经上讲的真实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但是诸位要记住，无障碍的法界是悟了的人才清净，迷了的人啊不行，迷了的人确确实实有障碍有眼睛，悟了没有。啊，这是说明十万亿尘东西不割啊。我们娑婆世界在东方，极乐世界在西方啊，当中有没有距离呢？没有距离，这是给你说实在话。二六十内凡圣同土啊，二六是指一昼夜。印度人在古印度讲这个时间单位呀，古印度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们把一昼夜分为六个时辰啊，白天三个时辰，晚上三个时辰。而我们中国人呢，把一昼夜分作十二个时辰啊，我们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，用这个来分，就是地支分作十二个时辰。现在我们这个时间单位啊，是采取国际大家所通用的24个时辰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叫它做小时啊，24小时啊，
晓得它比我们中国时间小啊，比印度就更小了。所以我们这个经上常常翻成了二六十周啊，我们中国白天六个时辰，夜晚六个时辰啊，这个就是现在的24小时啊。这是从时间上来讲，凡圣同土也是不隔的意思啊。凡圣的差别在哪里呢？迷悟啊，一念觉悟就是佛菩萨了，一念迷惑就是凡夫啊。所以实实在在讲，找不到凡圣，这个里头只有迷悟的差别啊，没有真正的这个凡圣之差啊。这是我们晓得然后才知道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真正是平等法界啊。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佛法讲的是真平等啊。下面说低头合掌不要愈好，心明日丽，郭勇赞扬紫金荣，庭真雷轰啊。这是对于诸佛的赞叹，低头合掌是恭敬，白玉好是取佛相好之中的一种，以一代表32相80种好啊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呢在我们这个世间成道所实现的。心明日丽是比喻，是赞叹啊，像心一样的明亮啊，像太阳一样的华丽啊，这个是赞叹佛的荣光之好啊。我们今天讲的光彩，郭勇赞扬紫金荣，也是指佛的身是金色身。庭真雷轰啊，是非常的明显，含着有威德啊，像雷霆一样能够振奋人心啊，取这个意思。那么底下呢都是赞美之词啊，清凉悦喜，有水解寒。所谓千处这个千江有水，千江悦，把清凉悦比喻作诸佛菩萨。我们凡夫心水清净，就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。我们求佛菩萨加持，求佛菩萨保佑，这个求的心是一个妄心，是不清净的心，所以你求啊没有感应。那个会求的人呢，他懂得我们真正求佛菩萨保佑，求佛菩萨加持，可是要念到一心清净，
这个感应加持就得到了。啊，就如同六祖大师所说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？这个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个时候与诸佛菩萨、与一切众生通通起感应道交的作用。功德云无山不带，山高就有云彩呀回绕，把云彩比作诸佛的功德。山比作什么呢？山比作定，山很稳，坐在那不动，我们的心定了，诸佛的功德了就加持到我们了。我们要是心里头有妄念，有忧虑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烦恼，那怎么求都求不到啊！所以清净有定，诸佛菩萨就感应大教了。底下说相相都好，一句红名超二四啊，相相比作佛菩萨大象啊，大象过虎啊，河水并不深，这个象啊踩在河底踩得很踏实啊，稳稳当当啊，他就过来了。这是比喻佛度众生啊，佛帮助一切众生了生死出三界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。用什么方法？用一句阿弥陀佛，万德洪名啊！你说多简单呢、啊，多么容易呀、啊！可惜很多人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只要老实念这句佛号，你就决定超越轮回，不但超越轮回，而且超越四圣啊，超越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都超越了。因为四圣还有变异生死，这二死是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两种生死都超越了，那他所证得的是圆教佛，超越了藏教佛、通教佛、别教佛，他证的是圆教的佛果。这一句六字洪名，这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嘉陵除窍，这个窍是蛋壳啊，蛋壳。嘉陵贫血，这是血山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喜马拉雅山，有这种鸟叫的声音呢，非常好听啊。它在那个蛋里面还没出来，它就会叫，那个声音就很好听了。这个蛋裂开之后，它出来了，那个声音是更美妙了。这是比喻佛说法的音声啊，比喻佛说法，千乘
家号亚群音呐、这个千家号就是阿弥陀佛的佛号啊，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就是家号，千称的就是千变万变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一声佛号能够压倒一切的音声，什么音声呢？诸佛说法之声，诸菩萨念咒之声，以及念其他诸佛菩萨名号之声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通通压倒他们了。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呀、的确很少人知道啊。我们在佛寺当中，这个佛寺常常做常常念，也不晓得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有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啊，不知道。你要是知道了，你一天到晚一定就老实念了，你不肯放松的，念念不可思议，深深不可思议。这一段呢，我们只介绍到此地，我们再看下面第23面。23面第一行啊，有两句偈：风影树树千般落，相亲迟迟四色花。这两句是赞叹西方世界景致之美。树是七宝行树啊，七宝行树到底怎样的落，你一定要念观无量寿佛经你才知道，观经里面讲的非常详细。持是讲的宝持，七宝持，宝香宝持啊，西方世界称为香光庄严。这个香光庄严，无量寿经上也讲得很明白。下面呢是赞佛偈啊，这个赞佛偈我们在此地略略的介绍一下啊。赞佛偈我们天天念，一天要念好几遍，虽然只有8句，这8句把阿弥陀佛在虚空法界诸佛国度度化众生的这个大恩大德了，通通包括进度啊。这8句偈做得这非常之好。阿弥陀佛身金色，那么此地讲的身金色不仅仅是指佛身的色相，而是这个意言外之意是称赞佛的尊贵，无比的尊贵啊，是这个意思。相好光明
无等论。论是同类，是平等同类的，无等呢，没有跟他相等的。他特别的突出，就像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赞叹阿弥陀佛，实在讲成佛是佛佛平等，佛佛道同，佛跟一切佛哪有差别？平等当中啊，还是有突出的。所以世尊赞叹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那这就无等论了。啊，一切诸佛呢，不能跟阿弥陀佛比呀、啊，跟他一比呀、啊，阿弥陀佛就显得非常的突出。啊，无比的殊胜，这个无等论呢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古德做这个偈子，字字句句都有根据啊。这根据《无量寿经》啊，就是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来说的。相好是佛在因地当中自己修行呢成就的果报啊，相好啊是自行的功德果报啊。光明啊是讲化他啊，教化众生功德的成就。这一句是总赞，下面四句呢是别赞，不好婉转无虚弥，甘露澄清四大海，这两句是别赞相好啊。佛的相好说不尽啊。啊，大经上跟我们讲啊，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那哪里能说得尽啊？所以在无量相好里面举一个例子啊，不要好相啊，干目相啊，干目佛的眼睛。尘清是将它的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四大海是形容啊，这个佛眼睛啊，这之大之广大，因为佛的身相大。你看，不要好，就像五座须弥山一样，那个佛的身相多大了。太大太大了啊，这是佛的报身，叫圆满报身，是他修行功德成就的。这个光明呢是他的大愿度生，普度众生，光中化佛无数亿，无量无边，化菩萨众啊，亦无边。这个两句是别赞光明。四十八愿度众生，四十八愿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第六品里面读过，是阿弥陀佛大愿大行，成就普度众生的大德，所以感得设法一切诸佛的赞叹。
一切诸佛的敬仰，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，用什么方法呢？都是劝众生呢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退成佛。所以诸佛成就一切众生呢，圆满菩提的法门只有这一个啊。那么既然如此，佛又何必说那么多经，讲那么多法门呢？你要问这些话，就证明你听经啊粗心大意呀。为什么呢？前面都说明了吗？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嘛。那一些众生不相信啊，所以这才劳累诸佛如来设了许许多多法门，去戒引那些不相信这个法门的众生。他要肯相信，那又何必麻烦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讲得那么辛苦呢？没有必要了嘛。所以一切法门一切经论是为不相信的人说的，那些人修学其他法门到修行有了相当成就，有了相当功夫了，他对这个法门相信了，这一个个就都回头来了，还是念佛啊，去见阿弥陀佛啊。你要是稍微留意一下，你就明白了，所有一切法门的修行到最后啊，都是到华藏世界，都是到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，一真法界。到了华藏世界，见到文殊菩普贤，文殊普贤再为他说法，劝他念阿弥陀佛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你看，拐好大的弯呐！才到西方世界。我们今天能信的人，这大善根大福德了，我们已经很早就到西方极乐世界等待他们了，等到无量劫才看他们来。哎呀，当时我们同在一起修行，你看我到现在已经成佛了，你们才来呀。确实有这个味道啊。就法门不可思议啊！九品贤令登彼岸，这是果德啊！九品有没有呢？有，确实有九品。但是在西方世界，你能不能辨别出九品呢？不能辨别，因为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。内里面程度有九品，外面所现的相好光明智慧神通功德大家都一样，这是西方世界真实不可思议啊。请大家再翻开24面，24面第四行啊，有一首偈，我省略的部分呢，大家都能看得懂，啊，这就省掉，
这一首偈非常重要。我们念佛人之所以不能在这一生往生啊，都是这一首偈里面所说的过失。诸苦尽从贪欲起，不知贪欲起于何。这两句是问，第一句意思起，第二句叫生。一切的苦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讲了三苦八苦，这都是把一切苦归纳为了说法方便起见。这些也不必多说了。从哪里起来的？从贪欲起来的。所以这个众苦归纳到最后啊，叫三毒烦恼。这个三毒就是贪嗔痴啊，这三毒烦恼啊。那我们的心毒不毒啊？有贪嗔痴毒啊，很毒啊，没有比这个再毒的了。三毒烦恼如果再要归纳成一个啊，就是贪啊。嗔恚是什么？贪不到才嗔恚嘛，那一贪就贪到手了，他就不嗔恚了嘛啊。所以啊，这贪是根本啊。菩萨的修行，你看修行六大纲领，第一个布施。布施什么？就是专门对治贪欲的。我们的贪心断掉了，没有了，这个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。所以布施是对治贪欲的。这个烦恼最严重了。那个修行人会修行的就好像治病一样，哪一个病最重先治他，他治好了，其他那些小毛病容易解决啊。这要命的病啊，这个是一定要下功夫认真的把它治好，用布施来对治贪欲。那个这个贪欲到底从哪起来的呢？细说这个因缘非常复杂，大师在此地说得非常的巧妙，真的是一语从根本上为我们道破了。应往自信弥陀佛，这个答案呢，后面两句是答了，前面两句是问了。这就是说迷失了自信了，他才会生贪欲。如果觉悟了自信呢，这个贪欲自然就没有了。正如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所说的，
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啊。你是不觉，不觉本来没有，本觉本来就有，本来有的我们当然可以证得，本来没有的我们当然可以把它断掉。我们修行正果，断烦恼证菩提，这个信心就生起来了啊，知道我可以断得了这个烦恼，我也能够证得无上菩提。首先要建立自信心啊，自己充满了信心，佛菩萨才帮得上忙啊。佛菩萨想帮你忙，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哎呀，我烦恼很重，我业障很重，我成就不了啊，那一切诸佛菩萨都帮不上忙了。首先自己要建立清净的信心，这一首偈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。因为你呀，所以才有意念分持啊，这就是妄想执着。妄想执着就是魔啊，魔是什么？折磨我们的自信，折磨我们的清净心。使我们身心得不到自在，这叫魔。所以这个一问一答了非常之妙啊。它最妙在哪里呢？就是自信弥陀佛，这句话妙极了。究竟妙在什么地方？意思就是叫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可以恢复自信弥陀佛。阿弥陀佛跟自信弥陀是一，不是二。用西方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了，这个名号把我们自信弥陀佛给换出来，自他不二啊，这妙在此地啊！不仅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，还把我们这个破迷开悟啊、恢复自信的方法也说出来了。下面这段开始，意思很深。实在说呢，就是我常常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这一段开始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教中道。这个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面所说的啊，就是经教当中所讲的生而无生，法性湛然，无生而生，业果俨然。这四句是佛在经上讲的啊，佛在经上说的。下面呢，这是大师为我们呢解释这四句话啊，这四句话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非常的深，非常之广啊，它的意思非常深广。我们看大师的开示，所谓生者，即众生生灭之极也。这个极是相，
相有生灭，啊，相有生灭。所谓无生者呢，即诸佛寂灭之本也，本是真性，真心本性没有生灭。真心本性呢，变现出来的现象啊，有生有灭。设法界，义正庄严，这是相啊。相有生灭，性没有生灭。先解释什么叫生，什么叫无生，然后说法性湛然，法是一切万法，一切万法的本体性，我们现在哲学的名词叫本体，也就是说一切法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这个体生出来的，啊，这个本体在我们佛法里面就叫做法性，或者叫佛性，啊，佛性法性是一个性。如果讲佛性呢，是专门指有情众生而说的。有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动物，有感情的，有情识的，啊，我们叫它做佛性。无情呢，植物、矿物，啊，这是无情，我们叫它做法性，啊，但是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，不是两个性。所以华严上说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因为它是一个性。正因为是一个性格，所以依报随着正报转，啊，如果它不是同一个性的，那个依报就不会随着正报转了，啊，它是同一个性。法性是湛然的，湛然是比喻，像水，水很干净，很清净，很干净，这叫湛然。临明湛寂，啊，这四个字在佛法里头常常用它来形容啊自性，啊，形容真心本性。真心临，不是愚昧的，啊，明，它不是迷惑颠倒的，沾是清净，寂是不动，这是本性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心呢，迷了，怎么样呢？不灵了。也不明，啊，不明就是暗了，啊，我们讲糊里糊涂啊，明万不灵啊，心呢不清净，心乱动啊，心很乱，乱就不急啊，污染就不沾啊。你看我们说的迷的相跟这四个字一对照就清清楚楚，所以佛教给我们修行，修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修的临明湛寂。但是临明湛寂是本有的，不是修来的，只要你把这个不灵不明不沾不急反过来就成功了。
所以佛教我们修行的纲领是戒定慧三学，三学里头最重要的是定学。无论哪一个宗派，无论哪一个法门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道啊。方法门道不相同，修行的目的是相同的，通通修禅定啊。所以绝对不是说禅宗才修禅定啊，那诸位就搞错了。我们念佛是不是修禅定？是啊，一心不乱呢，就是禅定啊。不过我们不叫禅定，我们叫一心不乱啊。所以名词不一样啊，意思完全相同啊。我们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来修一心不乱，修瞻即，只要到瞻即了，自然就灵明了。灵明是慧，戒定慧，慧不需要修啊。定到相当的程度，那个慧呀，豁然就开了，就开朗了，啊，灵明就现前了。所以瞻即是定，灵明是慧，戒是方法。你一定要依照佛的教戒，佛讲的方法去修定，是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呀，就恢复到瞻即啊，这个黎明了，玄妙真常啊。这个圆本来是玄，玄妙的玄。古时候避免帝王的讳，所以把这个字写成了一个圆。我们念呢还是要念玄，不能够念圆啊。实在讲在现代啊，已经是民主时代了，可以把它改过来了，用不着再避讳了啊。玄妙真常啊，个个不无，人人本具啊！所以这是生佛平等啊，一切众生跟佛完全平等。这只因最初不觉，惑而动心，任妄为真，迷即为无，住无啊！这本来是佛，本来是临兵占籍的，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的糊里糊涂的了？换一句话说，本来是佛，现在为什么变成六道众生呢？这是大问题啊！这个在佛门里是有名的大问。有了这个疑问了，这个疑问要不能搞清楚搞明白，疑能障道，能障碍着信心，我们的信心升不起来。所以一定要破迷生信呐！啊，说老实话，我们今天信心不能建立，就是疑问一大堆呀。你这个信心怎么生得起来？没有真信切愿，这一生就不能成就。所以能成就的两种人呢，一种人上根立志，佛一讲经他一听明白了，疑问没有了，他能成就。另外一种呢，
善根深厚啊，他没有疑问，佛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他一点不怀疑，这种人这一生决定成功啊，他没有疑问啊，只有当中这个是要半吊子，那上不上下不下了，疑问一大堆呀，这个是最麻烦的最难度的啊，不容易成就的啊，这些实在讲呢，《无量寿经》上佛都讲得很清楚啊，那个完全没有疑问啊，甚至于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，教他念阿弥陀佛，他一天念到晚，往生的时候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，欲知时知，那都是一点疑问都没有，真正了不起啊！啊，那是什么人呢？过去生中啊，曾经种非常深厚的善根啊，他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了，这他没有疑问啊。这两种人很容易啊得度。那么今天要跟诸位讲解这个问题啊，这七天都讲不完，纵然我在这里讲清楚了，大家听的时候啊，越听越糊涂，越听问题越多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我也在此地也不推卸责任，我告诉诸位，这些问题全在楞严经上，你们读楞严经，答案都在楞严经上。问题是哪一个人提出来的呢？富罗那尊者向释迦牟尼佛提出来的啊。众生原本是佛，为什么会变成众生？这变成众生慢慢的修行又成佛了，成佛之后几时再迷惑？佛陀呢问，释迦牟尼佛解答啊，这个是在楞严经第四卷啊，你们有兴趣啊，你去找去啊，答案在里面啊，我在此地不说啊，说了啊对不起大家啊，说了什么呢？把你的悟门堵塞，一定要你自己悟才有用处啊，我给你说出来啊，你就不会开悟了啊，那我就对不起你了，所以还是自己去读经，自己去找答案，找不出来也不可以问这个才有用处啊，你才会慢慢才会开悟啊。又是夜王牵缠，夜昨天说过了，造业，夜无量无边的，就像网一样啊，牵缠着你，流转五道啊，五道就是六道，啊，说五道呢就不算阿修罗，啊，因为阿修罗在哪一道啊，就算它是哪一道，啊，这五道实际上就是六道，横随生死与生尘。往三善道是生，往三恶道是尘，亘古至今呢，这亘古是从无始劫以来一直到今天，而迷见是从来没有间断过啊，在六道里头轮回。为什么轮回呢？业牵着你，你天天造业，业力啊太大了，牵着你啊在六道里头啊轮回啊，三善业呢就生，三恶业就沉啊，就干这个事情啊。当知生自缘生啊，所以佛家讲缘生啊，有缘生论。而法性不与缘俱生，
灭字圆灭了，而法性不与圆绝，可见得这个生跟灭是圆啊，是有生有灭的。但是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本性，法性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，我们真心本性是不生不灭的啊，不跟缘俱生，也不跟缘俱灭。这些事理楞严上说的非常透彻啊，所以楞严是大乘经里面最著名啊开智慧的经典啊。古人讲啊，开慧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啊，开智慧呀是楞严经，成佛呢是法华经。为什么说法华成佛，不说弥陀经成佛呢？因为佛当年在世讲经的时候，常常说这一切众生的根性呢，根性最差的叫一禅体，一禅体就是没有善根，说没有善根的人不能成佛，这是佛常说的。可是在法华会上啊，佛就改了口气了，说一禅体也有佛性，一禅体也能成佛，所以叫成佛的法华。法华会上啊，佛才说明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而成佛的方法呢，就在念阿弥陀佛啊，这是成佛唯一的方法啊！一切众生得着这个方法了，一生当中没有不成就的啊。那么这是把这个生灭跟这个无生呢，我们多少明白一个大概。下面叫无生而生者，这一个二十五页最后的一句啊，无生而生者，众生迷妄入心，迷就是迷惑，妄就是妄想，入心呢就是盖覆着我们的真心本性，积业成果，业就是造业，造业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，这个业是累积下来啊，就成了果报了啊，就是六道轮回的果报了。这一句就说明了惑业苦是六道轮回形成的原因啊。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，就是这么来的，虚受轮回呀，妄见生灭啊，这也把真相说清楚了。轮回跟生灭并不是真实的，但是迷掉了，好像是真实的，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，梦不是真的。但是在做梦的时候，你不晓得了是假的，样样当真啊！如果晓得在做梦啊，那就不在乎了。遇到一头老虎要吃它，哎，我就发个慈悲心让你吃吧，都是假的嘛，你就很慷慨、很大方了。假如你不知道了是在做梦啊，要吓得一身冷汗了啊！所以是。不晓得这是梦境啊！实际上，我们不但我们这个世界，六道十法界，《金刚经》上讲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呐、啊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确实是梦幻泡影啊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你要看穿了啊。
哎呦，你在这个世间就很自在了，啊，你就会很快乐了，跟诸佛菩萨一样，游戏神通，啊，那你就充满了智慧了。一样样事情应付的恰到好处啊！世间人为什么智慧没有了呢？因为他迷，迷了里面他有得失，他有执着，就越迷越深，智慧就没有了啊！一开悟了，他晓得是梦幻泡影啊，晓得是个幻象，所以他在这个世间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他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纯粹客观了啊！所以他这个看法想法正确啊，一点都不邪，那是正知正见，智慧现前。下面呢，这个两行半是比喻，啊，比喻镜，比喻像，比喻珠，比喻色，啊，这个镜呢跟珠，比喻的我们法性性体，这个像跟色呢，比喻的这个生灭这些缘，啊，比喻这些，因此。这个诸佛如来跟众生的差别就很明显了。诸佛在一切境界当中、万象当中，他唯见无生，他在相中见性啊，所以他的自在。而众生呢，在法性变现这些幻象当中啊，他唯见生灭，他不见性，着相不见性啊，那就苦了，就随业流转了啊。诸佛菩萨是见性不着相，不是不见相的，他不着相啊，不着相呢，就不受相的干扰。我们今天因为着相，所以受外面环境的干扰，我们得不到自在啊。假如真的见性而不着相了，一切众生心里头常常希望的不老不病不死，那就真的做到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不着相了，你就不受相的干扰了。着相你就一定受这个相的干扰。你比如年岁大了老了，他不念佛，他天天念老，他念老他怎么不老呢？这一老了就想到要生病啊，那病就来了。哎，所以人到年岁大的他念老念病，所以老病都来了。哎，如果天天念阿弥陀佛，老忘掉了，病也忘掉了，他真的他不老他也不病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说穿了很简单的道理，很深呐。明白了就好办了，那不明了是真苦啊。所以这一段开始当中，确确实实
这个后头讲的时候啊，这我们看二十六面最后这一行啊，生无自信，无生亦无自信，这个自信就是自体，它没有自体啊，生没有自体，无生也没有自体，无自体之体啊，就是真心，就是真如本性。所以无了呢，生灭皆无生啊，这个悟的人呢，见性不着相啊，不是没有相啊，迷的人呢，着相不见性，迷悟的差别就在此地。所以立此别无啊，是乃一体而一明也。设相本来如是啊，设法界一体而一明，万法也是一体而一明。如果我们在这个上面参透了，真正的觉悟了，真正的明白了，那就恭喜你，你成佛就不远了。下头说得好啊，审如是啊，审是审查，就是你仔细去审查，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下面这几句话了，你就能肯定的，你就能同意了啊。什么话呢？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唯心净土自性弥陀，净土即是此方，此方即净土啊，岂非迷悟之自数，何有凡圣而彼此。这说明了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就是我自心所现的影像，这就是经教里面所讲的根本法轮啊，这是讲的最彻底，讲的最究竟，讲的最圆满，千经万论无非是发明这个道理，说明这个现象而已。所以大师这一段的开示是很深很广，幕后我们把这首偈念一念：生灭无生，生不生，这一首偈总结前面的开始。若把哪肯尽人行，前面这一句是讲的理呀，大道理呀，这个理明了之后啊，我们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信心十足啊。落巴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不会禁止任何一个人去往生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人人有份呐、啊，只要你能信能愿。幕后啊，这个两句是形容，这两句写得好，谁知万丈红尘里呀、啊？这个万丈红尘形容六道轮回，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有人能往生，有人
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圆成佛道，邯郸花开月正明。邯郸是莲花的花苞，没有开的时候叫邯郸啊，花苞开了，花开了啊，这个花苞花开了啊，月正明，你看这个景呢多美呀。这是形容什么？形容六道里面的凡夫啊，明心见性，花开见佛了啊。所以他这个里头啊是有这个意思啊，是花开见佛，明心见性啊。月正明是比喻真如自信啊完全显露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了。